宝宝好瘦啊！他一直都很瘦啊，太瘦了。你刚刚没跟他说吗？说了，说了。来了。过来，过来，三层过来。别那保安。我也很激动啊，还等着跑这块。抱了，西宝没抱，你让西宝抱了，小叶子抱一下就可以了。抱一下就行。小叶子代表吉梦抱一下。代表吉梦欢迎西宝，抱一下。来、抱一下，他们抱一下。来，小叶子代表吉梦抱一下啊。直接去酒店吧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对啊，西宝他要开啊。谁说我跟他不是一个颜色啊？我看。把这个放到那个小子板凳上吧。放了。等一下，阿牛，我们不过去。你不要开吗？那个你给我拿着吧，这个你给我拿着。哪个是红旗？红旗已经过去了。过去了。你紧张吗？等一下开那个。我不紧张，我是怕你紧张。我是有点紧张。就拿酒的那个去吧。对，拿酒。不要怕。走。因为给他们看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感谢们全力支持。来了，哎，白天跟晚上的画面不一样啊，晚上看不清楚啊。白天这个画面还是蛮那个的啊。实话，兄弟，有没有？往前面走，阿牛，走，快走，别堵着了。那走啊，在干嘛？啊！前面堵着是吧？哎，吃饱吗？吃饱。